说话。我师傅不说话，我们不敢说话啊，就跟在家一样，规矩啊。我师傅不动筷子，我们也不敢吃饭啊。这个刚才是我师哥孔云龙，怎么那么高兴啊？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师哥，我的妈哟，干一身汗都出来了。我这个干活干一身汗很正常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别以为是你吃饭那个一身汗，吓我一跳。这个，二位都是我师哥，孔云龙、李云杰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场又把我们爷仨换上来了。哎，我们爷仨很少很少在一起演出。对对。哎，今天又是跨年，在我们德云社跨年啊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什么？说我师傅和于大爷跟谁演群口，就说明要捧谁。这都是民间传说。哎，我看出来了啊，要捧我。要捧我。你还用捧啊？你红不了。不用捧啊。得稍微捧一下啊，稍微捧一下。哎，我呀，跟这个三哥，三哥是去年的今天在这儿大红大紫。八马褂儿，对了，八马褂吗？我们在后台特别的羡慕。那会儿就立下一个誓愿，怎么说呢？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于大爷、跟我师傅再演一次八马褂。啊，不可能！哎，怎么给回了您这个？他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，咱们不用再八马褂了呀。对，咱用不着捧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们仨，还我们仨，你听人这老河南的北京话啊，我们仨啊。您别老捧我底儿行不行？什么叫老河南的北京？哎，没人知道啊。耶，没人不知道。我纯纯的老北京。这个小说的可中。我们仨虽然今天啊不演八马褂，但是能够在一起演出就很开心了啊。就是捧。对，就很高兴了。我来德云社多少年了？我听那位朋友说你来德云社多少年了。我呀，我今年第17年了。你看看，哦，还没有德云社就有他。怎么会？德云社马上百年老字号了。呵，你看看，各位来着了 啊！我们这是祖传七辈的买卖，这是第一辈儿啊。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哈。哎，我的青春都在德云社。明天就第18年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真是的啊。青春都留在德云社的后台，也学了很多的东西。嗯，前几年我师傅也捧我啊，让我参加综艺节目，对，啊，让我拍电影，哎，也所谓的红了，啊，就是红了。哎，怎么那么贱呢？你这个不是大，这是我的表演风格。对对对，啊，哦，表演风格就是贱，就是便宜啊。啊，二位得习惯。我早习惯了，早继续你的表演，零钱。什么叫零钱？特别便宜是吗？特别便宜，零钱，哎，钢镚儿，所谓的红了，钢镚儿是不是得存在儿童银行？存钱说一声，咱有人啊。对对，那边刘杰堂那边是。继续您的老包袱。说完了，啊，说完了，没事。王姐，您继续套丝袜。回来吧，孩子啊。说到哪儿了？快说到花椒木了。十八年了。对，这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。哎，很好啊。我看网上有人说岳云鹏成绩比他师傅高。对，准是你自己说的。没有没有没有啊。这个我经常啊，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个评论呐，啊，看一些个帖子呀，啊，看大家怎么评价咱们。哦，从中能够学习一下。是是。哎，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我还有不好的呢。对，那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哦，你告诉我，我去骂他们去。不，骂不过人家，骂不过人家。哎，对，我新年立了 flag 了啊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去的地儿不去。你冲那边说去啊。好，别跟孩子说这个啊。你说你的。这是群口。嗨，我管你呢。甚至啊，有的帖子呀，挑拨离间，我不爱提啊，各位，我不爱提。
我没说内容呢，您急什么？帮助一下你的情绪。有这样一个帖子，说什么？说郭老师和于老师谁的地位更高？有吧？有这样的帖子吧？我觉得这没必要挑拨离间。成绩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哪儿不能比？哎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必要比啊。二位，还是年轻。我问你啊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老恩师啊。我是你师父。对呀、啊。这儿是你的什么人？我大大。对，对吧？你管他叫谦儿大爷。大爷， 对不对？没有师父，哪儿来着大爷？你想这道理，先有师父，这才有师大爷。否则话，这个大爷就是个修车的。你想这个道理啊、哎、对，有道理。我怎么就想说还是您的地位更高一些。哎，孩子，你别同着你大爷说这种话，心里有师父就明白。没事，大过年的你不得让人痛快痛快吗？是不是？在家里不痛快，出来也不痛快，还让人活吗？对吧？我怎么在家里就不痛快了？我倒是在你家里挺痛快的、啊、哎，你再去你小狗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的孩子。师傅，您老让我在这翻篇是吗？不重要。你不是逗哏的吗？你二位在乎我逗哏的吗？你二位？哎，我怎么不在乎逗哏的？我就是逗哏的呀。那您说逗哏的好，捧哏的好？你这去，嗯，因为工作它是有分工。对呀、啊。您举个例子来说，可能是。我在专业方面呢、啊、在舞台的把控方面啊，种种原因吧，也是大家的疼爱，我可能是比你大爷呢就是强个几万倍，但是我们几万的翻呢，您这啊就是强不了多少，强一丢丢吧，我比你大爷强这么一花椒木，也就是我嗨，也就这样。但是啊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。对，我们得尊重啊。我还很尊重你，比如说啊，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骄傲了，好在没有外人。你比如说啊，你看，你别听啊，我凭什么不听 啊？要说自己的成绩了。你看着，嗯，我上过春晚。对，虽说没有你上的次数多，但是我也上过春晚啊。不骄傲，不骄傲。上过春晚啊，我举办过大型的商演。嗯。啊，最多的一场，比如在上海那一场，观众28000多人，这是中国相声史上没有的。这个我做过啊，您上过春晚，进过万人体育馆，而且你看咱们带着队伍全世界的巡演，除了非洲我没去，是不是？几乎的我都差不多了。哎，这都是您的成绩。这几样都是我。哎啊，您这几样哪样不是我站边上？我也都在。我是德云班主啊，人家相声皇后啊。打平啊，师傅！我以为您多厉害呢，说了三个成绩都有余了。我徒弟多，我们家牲口多。对不对？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，我那牲口都拿大奖，得冠军。师傅啊，加油。我加个6啊，我啊，那怎么跟牲口比啊？但是大爷朋友多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整个娱乐圈影视圈我都是朋友，我整个相声界我都是朋友。不对呀、啊，我就是相声界啊。对啊，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？说的有道理倒是，嗯嗯，略败，他把我绕在里头了哈。略败，但是于老师还有很多成绩。他有什么成绩啊？于老师演过话剧，全国巡演，
我儿子的话剧全国巡演。于老师拿过澳门影帝，我儿子澳门影帝。于老师是国家三级演员。我也看过那个三级的那个，那这下去那个演员的片子。我也好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去澳门拿奖就是我儿子。嗯，哼，这还没法掰扯你这玩意儿啊。是，这都怨你，告诉你们，大年下咱别找不痛快啊！谁的？我捧哏的，少说话，少说话。说什么叫我说什么？你啊，很我凭什么？干嘛少说话呀？那你这就没意思。不是这说相声，你们不了解他，知道吗？他父亲是儿童银行的行长，知道吗？你说这没用，一上班让人大姐躺着，不是说这没有用。老太太贫血，比归比，您别老人身攻击。谁哪有人身攻击啊？没有你啊！别吵架，大过年的少说话。谁跟你没吵着？你挑着呢吗？这吵架，你不是你本身你们就挑唆，谁挑唆？你还老说人家这发帖子挑唆，这哦这哪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我是干什么了？都是你干什么？行了，哎呀，你好家伙，他以为他是我儿子，你看见了吗？谁呀？好家伙，我外边一挣，你跟家一吃，你算得意了你啊！好，我真吃是怎么着呀？我这干嘛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那马褂给我，我嗨。哪有马褂？哪有马褂？到这会儿急了，该要马褂了。嗯，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，二位？不是，啊、你不是，这刚才不就是话赶话？你这大过年的，我们马上就辞旧迎新了，我们马上就进入2022年了，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怎么？干嘛呀？我以为你要哭呢。别吵，丢人不丢人？这么多人，好几千观众，我看您二位在这吵架。他们都花钱买票看我们吵架来，这还不好买呢，告诉你啊。今天有没有录像啊？有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会发到网上，明天就有新闻了。你还等他们？还明天？今天优酷就有了，你现在上网看就有了。明天上了新闻，有标题：郭德纲于谦撕破沙皮脸。你等会儿，丢人不丢人？等会儿。撕破什么脸？撕破什么脸？沙皮脸。这个说话就像是你师父，他撕的我，对吗？我救不了您了。嗯，废话，他们老拿我这说事。嗯，他这就是一个比喻，比喻，一个拟人化的形容词嘛。你什么人呢？啊，咱们是一个集体啊。就叫撕破脸，就是撕破沙皮脸。这我得劝你啊！你见过沙皮带着花毛吗？对不对？咱有什么说什么。咱养过狗，沙皮都是短毛的。哎，你去过去咬它去。您跟我普及这个知识干什么？对吧？咱就说这事，别吵架。谁吵架了呀？我看见二位马上就打起来了。不能够，放心，不会的。哪门那交情？你不知道啊？您二位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后辈晚辈这些心里啊，都是最棒的，啊，您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原来的那么些经典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卖武器，啊，我说过，白事会，对，卖布头，我要幸福，嗯，我这一辈子，我这系列全都是经典呀，师傅。嗨，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您二位当时多么的默契！再说您二位这个名字，首先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，郭德纲、于谦捆绑在一起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孙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呀。那你可吃于谦、岳云鹏、孙越，后边连那个谁，这都是捆绑到那谁那谁呀？怎么到人家大师你过去了？不是他那搭档死得早，我也忘了。我后来老换嘛，对不对？这捆绑到一起的，这不能吵架。我们当时吃过多少苦，您二位忘了吗？怎么还吵上了呢？这哪能忘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那会儿。啥活都接，也不挣钱啊，啥活都干，啥活都接。庙会咱也干过吧，师傅？那当然了，那年头庙会是好活啊。三十晚上我师傅就睡俩小时，嗯，初二早上起来就爬着就。你等会儿，三十晚上睡俩小时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二爬起来跑着庙会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一睡一天啊。那初二应该挺精神的，干嘛爬着去啊？对呀，爬起来。哦，不是爬着去啊，不是不是，对，爬起来都远，对呀，啊，接着也不能爬上去，啊，爬到车上去嘛，啊，多么冷的天儿，那会儿活也干啊，那是，对不对？
庙会啊，各位特别冷，那会儿有我、栾云平、烧饼、小辫儿，我记得小辫儿那会儿冻得嘚嘚的。小辫儿那会儿为了体面，小孩他都知道要脸儿，羽绒服外边套大褂。对，这是要脸吗？这个要羽绒服外边套大褂，那还能有脸吗？那个他冷啊。他唱太平歌词，手上打板只剩花板了，冻的手。这个叫少年帕金森，嗨，你别起名字了，别起名字了。少帕，小辫的小辫冻的都硬了。你得亏说是小辫儿，嗯嗯。我以为耳朵根子呢。啊、嗯，多不容易啊！怎么还吵起来？我记得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。啊、哦，买什么？馄饨。哦，您听成什么了？买一红红啊，这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，有口音、啊、对，接近郑州方言。 嗯，给您买了一碗馄饨，给您端过馄饨。 你再说一遍啊，小二你再说一遍。少兵去买了一碗馄饨，俺这都叫馄饨，咋了？你要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。嗯，还叫不叫说了，咋了？娘那个脚、馄饨怎么样了呀？啊，咋嘞？哎，对，北镇跨年搁这，哎呀妈咦，买了一碗馄饨，买了一碗馄饨，什么？啊、我非给你纠正好了，给他再说一遍，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，给您买了一碗饺子，带汤的饺子是吧？我就想吃馄饨、啊、不是烧饼吗？烧饼是人名字，不是吃的。馄烧饼馄饨喝馄饨，他得吃，就买点别的吧。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就给您端过来了，那叫馄饨。我的妈哟，反正就是里边有馅儿，就买了一碗带汤的有馅儿的东西。那不行，那、啊、我也不说饺子了。必须说明白，有馅儿还是带汤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啊，你从说元宵啊，酸汤饺子。烧饼那天他没去。那谁买的这碗馄饨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孩子，我饿呀。我去买的，我给您买了一碗鸡蛋汤，可以了吗，爸爸？可以了吗？你饶了我吧，行吗？那中了。我河南人，啊、好，我来这儿。这里边没有，这鸡蛋汤里边没有有皮有馅的那东西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怎么跟你大爷说话？我刚才一直在替你说话，你就干什么？不是，没有这馄饨，我们不显着磨叽。呀，可好？呀，可好？哎，大姐说来碗胡辣汤啊、嗯！终于来老乡了。哎，可好？哪儿的人啊？这是烧饼他妈。乐得直掉芝麻。哎，聊点别的吧，聊点别的吧啊！给您端过来一碗汤。哎，对，一碗汤。大冷天我来碗汤。一碗汤。你把馄饨都吃了。我活不了了，见过岳云鹏撒泼吗？见过吗？干什么？这些年是没有，俩人加起来八九十了，在那欺负一个小孩。回来了，干什么？啊？跟一碗馄饨过不去了？行了，我没吃过馄饨吗？那是，不就我们有口音吗？怎么了？行，回来吧，孩子，回来吧。饺子也不行，鸡蛋汤也不行。行，好了。俩老艺术家在这没完没了。回来吧。咱俩人就算是跟他一块蹭个春晚上了。哎，那你把我的馄饨吃了？我没吃。他说的呀，端过来之后，您说让你大爷先吃，你大爷比我冷。啊，多么的默契。他是画面多么的和谐。对，我端给大爷，大爷说这是什么？我说这是。
本身我们都没提这茬儿。赖我。我说啊，这是一碗热汤，热汤。大叔，哎呦，馄饨呢？大爷说让你师傅先喝。嗯，哎，这俩人互相谦让，谁都没喝。这会儿小辫从台上下来了，啊，张云雷下来了。哎，张云雷喝了，眼瞅着那个小辫就软了，知道吗？暖和过来了，暖和过来了。嗯，你说这二位互相谦让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？那会儿的和谐呢？默契上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要是有馄饨，我们就不让了。就是，一碗汤，让他喝去吧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刚才腰扭了一下，是吧？嗯，你看这事闹的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，对不对？刚才还吵起来，我的节目我都不想进行下去了，真的。别去，孩子，你说的话我还爱听。庙会第二天吃的什么呢？没有第二天了，咱就应了一天，咱就说不能啊！初一睡一天，初二去的，初三就不挣钱了。初二去就喝碗汤回来。庙会我就你哪怕有馄饨也是好的呀。庙会的故事我就写了刚才那么一点儿，还有别的呢。哦，那你再说说说说啊。嗯，那会儿饺子什么的没有馅儿活了，没有了，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啊。后边你写的是什么呀？我后边写的是我们为了赚钱，那会儿哪儿都去。都去哪儿了？只要是不能哪儿都去，我起过誓再去的小狗。那会儿哦，那会儿啊，对呀，那会儿还没开始呢。那会儿，只要有相声说就可以。延庆有一场演出，不给给200块钱啊，不管吃不管住，当天去当天回，多不容易。二位赢了，这回得接了。那是，但是那会儿没有车，俩人只能坐公交车。919德胜门出发，俩人坐公交车，还带着助理。我们也浪催的，啊，我跟着去的。还带着你呢？对啊，我递了俩包。你就是助理啊？啊，瞧不起啊？没有。我递了俩包。我们从德胜门出发，919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也挺冷的。俩人一上去，司机说：“哎，打票，得交票啊。”于老师第一个冲后边，我师傅第二个上来冲我，那会儿多么的默契，我上来我交了6块钱。那会儿便宜，公交车上也没座，我咽个半天，好不容易弄一个座，我说师傅您坐这儿，俩人又互相谦让上了。哎，让你大爷先坐。我说大爷，您先坐。哎，让你师傅先坐。你那会儿的默契，你坐，我吃那馄饨就行了。你坐，这并没有馄饨了，没有馄饨了，那不是我吃了吗？你师傅做了，你也没吃，他给你端也是那碗汤。你是想我刚才这段没有包袱是吗？我觉得还能再玩会儿。别玩了。师傅，下次演出第一段你也带着我好吗？要不说听我们的演出呢，你一会儿都不能走神，要不然大伙儿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幸亏刚才那段我听了，花椒木我听了。你要没听早就过去了。就说那会儿就默契。那是真默契，互相谦让。对，互相谦让。对对 对, 对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师父演出啊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就喜欢在台上啊搁一个小纸条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，是最早喜欢台上搁一个小纸条。哟，这点商业机密都让你给说了啊。在这儿他可能很多节目他记不住。嗯啊，跟可能跟岁数有点关系，他记不住。不打12年就这样啊。但是于老师呢很聪明，两个人就默契啊，两个人于老师呢偷偷的用这个手绢给他盖住。嗯，我用他给我盖上，这叫默契啊。这个当然这是默契，怕观众看见啊。我也看不见了，但是您有主意啊。哦，那会儿有主意啊。啊，我师父假装擦汗，对不对？假装擦汗，盖上，他就记住接下来要说什么了。啊，就看见了。哎，对，最早是这么看。年轻那会儿，后来岁数大了，看不清了，拿起手绢，都以为这上面有镜子呢啊，假装擦汗。哎，那次演出的时候，真出汗了，热呀，拿起来就擦。
哎，把这个纸条啊带上来了，带上啊，擦到这个后脑勺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但于老师作为捧哏，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，有默契，两个人有默契啊，说说相声，德刚啊，他干嘛了？于老师这个手哎，往这一拍，手绢一盖，俩人继续演，这是默契呀、啊，各位。然后我又能这样看。我还以为你我的词儿呢，这是两个人的默契啊，说的对，所以说刚才咱们没必要吵架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们北展演出每次都是7:30开始演，对，6:30所有演员都准备好了。是的，7点的时候，如果我师父没有来，于老师一定把大褂穿好了，就跟我们说，别着急，你师父肯定堵车了，这是默契，耽误不了，哎，耽误不了，对。我们7:30开始，6:30所有演员准备好。7点钟，如果于老师没来，我师父肯定把大褂穿好了，跟我们说，你大爷肯定喝多了。这是默契呀、啊，各位。就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一次表演了一个节目叫《汾河湾》。想不到的事情啊、默契默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默契。其实白天我就劝他，他再开一篇吧。我说默契啊，他又啊，默契啊，默契。后来我们才明白，为什么我师父演出都带着高老师，就是于老师来不了的时候，喝多了的时候，高老师给我师父捧哏。因为高老师不喝酒，不喝酒不会啊。哦，有一次稳当，有一次高老师也没来，于老师也没来，就我跟孙悦在后台。孙悦在后台算是一个捧哏的，我师父没办法了，孙悦来，咱俩演一个。孙悦给我师父捧哏，捧了一段。哦，下来跟我说，小悦，孙悦的捧哏，太次了。哈，你这合适吗？这个话你这样说，你这样。所以说今天我的主要目的，是想跟您说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想换一个捧哏的。续到这么半天，就这目的呀、啊？你早说呀、哦、就想这个呢，你要一上台你就说这句话，这会儿孙悦都是馄饨馅儿了，老有馄饨干什么？你也不能这么说，孙悦这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是没有苦劳还有牢骚，没有牢骚没有胸毛还有腿毛，是不是？嗨，反正这些年来也不容易，在很不错了，很好了、是我觉得不能说是珠联珠合吧，最起码来说、哎、俩珠啊，最起码站在你旁边我认为好看。对啊，你不能这样，孩子啊！嗯，你就说，你除了孙悦，你说还有谁能用？你说呢？我想用于老师。那个馄饨的事儿，你先说。不要再提馄饨了、刚才就是馄饨那一段，所有朋友都掐掉啊！凭什么呀？我卖的就是这段啊！太丢。这个你说的这可以理解啊，可能你跟孙悦之间会有什么小的矛盾呐、啊？有一些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啊，但是你们两个每次分钱的时候不是挺开心吗？是吧？那倒是，就得冲一样。我跟你大爷在台上有时候一说于家这个于家那个了，你于的妈怎样怎样，你大爷可能也当时不高兴，但是后台一分账的时候他也乐得都闭不上嘴啊，我也都忘了。哎，人就冲一样就得了啊。行了，岳云鹏，所以说、不给我换搭档了，别换了，有什么可换的啊？我跟孙悦也捆绑在一起。对对对，你们捆绑在一起啊，本身都这么多年了，就一直捆绑着呢啊。你跟他绑那块你还暖和呢，好吧？暖和是什么？暖和啊，暖和，暖和。行了行了，别磨叽了啊！新年新气象，今儿过年了，大年下你后台你告诉他，咱俩分手，对孙悦来说是个打击。哎啊，是对了，不重要，你明天上午再分手好不好？啊。新年新气象，对，过了12点你再跟他分手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么些观众了，别人瞧咱笑话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咱这样，咱们得给大伙儿啊拜个年，哎，让人看看说相声的不是光吵架，不是光说闲白，我真有默契。哎，对了，默契很重要。对对，明儿仨站好了，志志诚诚给大伙儿鞠躬，说一句拜年的话。咱们说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大伙儿看看说相声的多团结，准备好啊！哎。谢谢各位，预备开始。您各位，大家万事如意，新年如意，想事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刚才你师傅说什么来了？从哪儿开始说呀？哎，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
好，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祝大家明天我就买一碗馄饨。祝大家万事如意。我特别喜欢吃馄饨，馄饨和饺子是我最喜欢。你先别说话了，行吗？行。你先别说话，看我们哥俩。你看着我啊，看着我，一块儿张嘴。刚才我也错了。张嘴。哦、别出声。哎，来，新年，新年，哎、祝大家新年。新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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